来自日本的断代花专家大西林子女士，今天在国王饭店积极的布置展览会场，准备明天开始展出三天。断代花目前是日本以及欧美国家很受欢迎的艺术品。大西林子女士这次介绍了20种不同形式的断代花，有玫瑰、郁金香、大朵的罂粟花、古色古香镶在扇子上的菊花，跟许多别致的装饰花。目前在日本做断代花的材料已经有500多种，可以做出任何作者喜爱的花朵。大西林子认为，断代花不但可以美化生活，更可以大量生产，争取外汇。